饰演神力女超人的以色列人气女星盖尔加朵来看湖人快艇之战。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NBA 新赛季开幕战由湖人主场迎战快艇，上演落成内战。此役不仅是球哥波尔 Lonzo Ball 的 NBA 首秀，更是吸引到了众多明星观战，让场下场上都星光熠熠。此役不但有老班底湖人队铁粉杰克尼克尔森 Jack Nicholson， 美国不败拳王梅威瑟 Floyd Mayweather 也是座上宾，连饰演神力女超人的盖尔加朵 Gal Gadot 也到场观战。老班底湖人队铁粉杰克尼克尔森，美联社不败拳王梅威瑟也是座上宾。美联社最终湖人以92-108不敌快艇通败，而幸运捕获野生神力女超人的体育主播也开玩笑的在自己的推特留言：湖人队下半场需要神力女超人的力量啊。